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已经在这个竹篙湾隔离营呢进入第三日了。今天呢精神比较好一点，跟大家介绍一下香港现在的隔离措施和那个隔离的环境。带你进来看看房间里面是包括了什么东西。我由这个门口一路走过去对面呢，你只要看看到个房间呢都不算很大、啊、有两张床，跟着呢你就会见到我后面呢有一个洗手间。洗手间呢其实都算很齐备的设备、啊、而且很干净、啊、干湿分离。一路行去你见到有一张床我已经铺好了，有个衣柜，你见到有一呢另外一张床是没有人用的，台床上面的东西稍后会慢慢介绍。这里有一个电视机，有张台，这个电视机呢可以看到很多个数码电视，有热水炉，有拖板可以自己拨很多电源，还有个小的储物柜，都是大会提供给我们宿友的。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包括有一些零食、面、饮品、水果、咖啡包，有蒸馏水每日都提供的，还有一些讲解的文件，每日有报纸，亦都有一些测试血氧嘅，同埋体温嘅仪器，咁仲有测算嗰、那个抗原嘅快速抗原测试嘅，有风筒，亦都有一个洗漱包，里面有沐浴露啦、洗头水啦，咁仲有我申请咗嘅特效药，佢都系免费送嚟俾我哋嘅。前面呢有一个窗可以睇到出面走廊嘅情况。特别喺呢个啱啱可以睇到出口。每一朝十点钟呢会见到有好多人排队喺度准备申请出营嘅。后面呢亦都有一个窗，打开个窗呢可以睇到嗰个后巷。后面个窗都可以打开嘅，如果你唔想开冷气嘅话呢都可以了解一下周围嘅情况。